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看到在帖后的第一章，保罗为信徒感恩，保罗也特别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会再来的荣耀，以及他要行公义的审判。到第二章呢，我们看到有不法之人要显露，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如果我们听到一些很特别的一些说法，不要轻易动心，不要惊慌，要站立得稳。这是保罗为信徒的一个带导以及一个劝诫。那在第三章，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不但还是继续的请求带导，他也在主的信实还有对信徒的信心当中带下了关切，继续的为信徒来祷告。在帖后的第三章的一到五节，我们看到保罗他请求代祷。好，这个代祷的内容呢，也是很广泛的一个部分，是先说的，就是盼望主的道能够广传，能够神可以得着荣耀。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章八节，保罗说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好，所以我们会看到信徒他们是努力的，他们是迫切的，他们是在传福音，而且呢这个信心已经传遍了各地。在这里呢，那保罗还是他请求信徒为他祷告，那么宣教者的那个服事的动机，那个盼望，就是主的道可以快快的行开。主的道快快行开，当然也就是指主的道快快的传开。主的道传开，就是主的福音可以传开，因为神已经把福音托付给了保罗还有他的同工们，当然也包含着历世历代领受福音好处的神的儿女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福音的使者，我们也都要为福音的广传来代祷。这是保罗一开始的讲到说，请信徒的代祷代求，让福音可以快快的传开。那接下去呢，保罗也请他们为他个人来祷告。在第二节，也叫我们脱离那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好，所以也为他们保罗还有他的同工们来祷告，脱离这个恶者之手，也就是指着那些不信的那些犹太人。因为信心是人对福音的一个主观的回应，但不是每一个人啊都对信心有一个正面的回应。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的时候呢，是他在哥林多传道的初期，就好像他在各个城市宣教的经验，总是处处呢都有抵挡福音的人。好像呢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碰到了扰乱，那么他就被送到比里亚。帖撒罗尼迦跟比里亚之间的距离是60里，他们走了60里到了另外一个城传福音，犹太人呢也跟着走60里再次的来扰乱。所以保罗他们对于扰乱这件事情，当然他心中是有非常深的一个感触。在使徒行传的18章，我们可以看见保罗遭受犹太人的攻击还有逼迫是很大的，因此呢他常常请求代祷。那在第二节后面的这个信心，就自然地引进了第三节的第一个字，信实。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主是信实的，人虽然没有信心，但却不会破坏神的信实。好，这样类似的说法呢，在罗马书的第3章第3节也出现过。好，在那里是说，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
人的不信就废掉了神的信实吗？好，这就说明了保罗他对神的信心，他相信神会坚固，神会保护信徒脱离那恶者。那第四节呢，就是保罗他对信徒的信心了，而这样的信心是在主里面的啊。所以在第四节说，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啊。这个是保罗他与信徒所接触的，从提摩太回来告诉他信徒的光景的时候呢，他知道信徒呢基本上他们是有信心、有爱心、有忍耐，也能够有盼望的。但是他很清楚知道这个信心是在主里面的。好，神的信实呢，这也是在旧约神学的一个主题之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以变以谢的神，到如今都在帮助我们。神与撒母耳同在，使撒母耳所说的话呢一句都不落空。他呼召耶利米的时候说，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他应许先知以赛亚，我口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我们会看到神的信实，神刻意保守他的话，神的话是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的。传福音本来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保罗做福音的使者，但是他后方他很清楚知道需要有祷告的后盾，在此之上呢有信实的主，那借着圣灵来扭转人心，借着他所传的道，借着主自己那个生命的道，使人能够明白救恩。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这个人很顽固啊，这个人呢这个很难很难信啊。好，弟兄姐妹，虽然很难，但是我们要信得过他，一定有机会可以得救的。福音是不是碰到难的我就不去了啊，碰到这个人啊，好像心里的心土里面的内心很坚硬，我就不传了。你不知道下一秒，你不知道下一步他会有什么反应的。上帝常常做一些奇妙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不可能的，好像觉得很难的，我们这样认为的这些对象，而他们信主了。当然中间可能需要有很长的带祷，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存着一个坚忍的一个盼望。在这个地方呢，保罗他有一个祈愿，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代求，保罗为信徒的代求，愿主引导你们的心，使你们有神的爱。好，这个直接翻译就是说你进入神的爱，所谓进入神的爱就是你对神的爱有更深的一层的体会。还有呢，学基督的忍耐，意思就是在基督的坚忍里，受基督生命中的坚忍所激发，就像我们的主他如何面向各个他而行。那这个祷告非常的宝贵，这个祷告只有在对神的爱有更深的体会之后，我们才能够被基督的坚忍所激发，我们才愿意委身于主，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不为所屈，仍然愿意为主而活。好，所以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在主的爱里，都是因为我们被主的爱激励，所有的我们所跟着主的脚中行，所有的动力，那是因为我们被主的爱得着。那接下去呢，在第三章的六到十二节，你发现保罗他就在劝诫那些懒惰的人啊，在第三章的第六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好，这个动词这个吩咐
它在原来的意思里面，这个动词其实是放在第六节的一开始的。他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吩咐，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严肃性。也就是在贴前五章的第十四节告诉我们的那个问题仍然还是存在着的，那个不守规矩的那些人仍然还是在的。那么在这个地方保罗重提，然后说要远离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好，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远离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也就是所谓游手好闲的人。好，那这个字不守规矩也好，游手好闲的意思也好，这个字呢在这一段里面出现了有三次，第六节有，第七节有，还有第十一节。好，那么他们不但是不按规矩行，那么他们也是不按着使徒的教训而行。你发现在这一段里面呢，保罗他先从负面的角度切进来，然后他再以他的同工团队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见证，来做正面的叙述，来作为信徒的榜样。那这些闲懒的人，游手好闲的人，也就是扰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三种人。在前面我们说过，这个第一类的人就是逼迫者，这个第二类的人呢是假教师。教会里有这些扰乱者，实在是给撒旦留地步。那这些闲懒的人，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希腊社会他们是轻看一些体力的劳动的，或者说他们也误解了兄弟之爱，更可能呢他们误解了对基督再来的真理。他们以为主就快要来了，主来的日子呢迫在眉睫，所以呢索性就放下工作了，专心等候不是更好吗？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却造成了别人的负担。好，这地方讲到的吩咐啊，在这章里面也出现了四次啊，第四节、第六节、十节、十二节啊，你发现保罗反复的他用这些词，他也反复的用遵行。好，这个遵行呢是军官给部署下达命令的那样的一个意思。好，所以不论是对教会里面忠心的多数信徒，或者是不忠心的少数人，都在吩咐之列。好，由此可见现在所要讲的，保罗所提的是非常的严肃的，也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保罗他先从这个负面的角度切入，然后他再用他的同工团队来做正面的叙述，作为信徒的榜样。当然我们很清楚知道榜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有所看见，我们才能够有所效法。在第七节呢讲到的是一开始呢，那么有一个因为，然后呢来表达这个承接前面的这个句子啊，所以他原来有一个因为啊，你们自己原知道啊，你们自己原知道，这是一个加强的一个语气啊。当然这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有多次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句型。那么关于保罗他自己的榜样，他跟他同工的榜样，保罗用了两个例子。一方面他与同工不是闲懒之人啊，因为在第七节我们所看到的是说，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好，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啊，这在第八节一开始。当然这个并不表示保罗不接受款待啊，因为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往往在信徒的家里，例如在腓立比的时候是吕底亚来接待他，然后他带领狱卒信主的时候，狱卒也为他预备了饭食，而且都非常的喜乐。但这个地方讲到白吃人的饭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不做工，就是靠别人的供应来养生。保罗不是这样，所以在第八节呢，接下去呢，你看到他用了一个道士辛苦劳碌啊，这个道士或者一个蛋，他前面讲到的跟后面讲的，它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保罗解释他这个动机啊，为什么要辛苦劳碌，是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然后到第九节的时候呢，你看到说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好，所以你看到他在继续的在解释使徒的权柄。我这样做，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我没有权柄，我不能要求别人来接待我，不是，而是他愿意
甘心的放下这个权柄，为着是要做榜样。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思想呢，其实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在哥林多的后书里面也多次讲到权柄的应用。好，那原来使用权柄的目的是为着造就人，不是为着败坏人。假的权柄不造就人，不按主的旨意用权柄，当然会败坏人。好，因为主赐权柄是为着造就信徒。一个不明白权柄运用原则的人，他手里面如果握有权柄，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所以做牧者的，我们必须清楚知道，我们是以仆人的身份从神领受权柄，然后靠主智慧来运用权柄。保罗在临后他再三的强调，权柄是为着造就人而不是败坏人，正是这样的意思。当保罗他从神领受使徒的职分还有权柄的时候，他是常常被基督的爱激励的，所以他不但他不会以高姿态来看人来对待人，他更是替基督来求人与神和好。如果我们查罗马书的第一章，你看到保罗说，他说他是个欠债者，在传福音的事上他是一个欠债者。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一个欠债者，很多时候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是一个欠债者，很多时候我们在与弟兄姐妹彼此交往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欠债者。我们对不认识主的人我们欠福音的债，我们对认识主的信徒我们欠爱心的债。因为罗马书十三章告诉我们说，凡事不要以为亏欠，但是呢，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凡事不要亏欠人，但彼此相爱，你做到了吗？做完全了吗？一定没有的。所以呢，要常以为亏欠。对信徒而言，我们真的欠了爱心债。然后呢，我们还欠什么债呢？我们对神，我们欠了荣耀债。在罗马书第三章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信了主以后，就懂得把所有荣耀都归给神吗？不一定的。很多时候我们也窃夺神的荣耀，把荣耀归给了自己。你看，我们对不认识主的人我们欠了福音债，我们对弟兄姐妹我们亏欠，我们欠爱心债，我们有的时候窃夺神的荣耀，我们欠神荣耀债。那我们还能够趾高气昂呢？我们还能够高傲的起来吗？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好让我们可以面对所有的一切。保罗他就是能够领受，他很清楚他不是以高姿态，他反而常常替基督来求人与神和好。然后他面对哥林多教会的纷扰，他甚至于放下了他靠福音养生的权柄，他自居卑微，他甘心乐意为信徒的灵魂费财费力。这个正是做奴仆领袖，也就是以做奴仆服侍的态度来承担领袖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好，奴仆领袖甘愿放弃权力，舍弃生命，好服侍他所带领的人。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到有一个起初的劝诫，在第十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好，其实在第十节一开始也有一个因为的，保罗也解释，因为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们曾经劝你们，也告诉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啊，所以使徒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不仅有这个做工的榜样，那也有口头的教训，但是呢，往往是言者谆谆而听者渺渺。有人呢，他就是不肯听从，他直到现在，保罗在写临后这个贴后的这个书卷的时候，他仍然还是教会里有一些游手好闲、专管闲事的这样的人。所以保罗他就再次很严肃的在劝诫，因为他说我靠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是非常严肃的一个劝诫，要安静做工，要吃自己的饭，意思就是说要自食其力。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教导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三种模式。好，一个是他将使徒的传统以口头的方式来教导，好，在第六节，在第十节。那第二种呢，就是他做榜样，
在第七节到第九节。那第三种呢，就是他用书信，然后他在信上签名，然后防止他人杜撰，可见神的仆人他是如何的善尽其职的，在那里苦苦相劝啊，为的是要帮助信徒生命的成长，并且看守神家中的纯一。然后我们继续看到呢，是十三到十五节，也就是保罗在劝勉那真的有需要的人。好，所以十三节一开始呢，就是其实他是说但你们，这是一个强调的语气，因为他前面在警戒那个不守规矩的人，不做工的人，所以在后面呢他有一个区隔，在这个对象上有一个区隔，讲到说呢，你们行善不可丧志，那有的呢就翻成不可灰心了，纵然有人游手好闲滥用别人的爱心，但是对那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仍然要尽力的扶持他帮助他，因为这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对的事。那如果有人呢就不听劝，保罗在善劝，但是有人不听劝，保罗就说你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在个人的层面上呢留意躲避他们。那当然你知道目的不是为着惩罚，而是希望他能够自觉羞愧，而且不要把他当作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好，这才是在教会治理上的一个一贯的立场，总是以挽回为目的。教会里面必须要有纪律，那管教的精神呢却必须是善意的，管教的目的呢必须是正面的，有建设性的。接下来呢到十六一直到十八节是一个结语了，有祈愿也有问安。在第十六节，这是一个祈愿，这是在这封信的第四次所出现的一个祈愿，第一次在一章的十一到十二节，第二次呢在第二章的十六到十七节，第三次呢在第三章的第五节。好，这地方是第四次，基督呢是赐平安的主。在前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二十三节，我们看到这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那么他会在随时随事亲自的赏赐平安。你看到保罗这个祈愿是非常非常的美的，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弟兄姐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与我们同在。最后十七到第十八节，这是一个问安，这是保罗写信的习惯，他总是呢似乎是口授的，由书记来代笔，然后在结束的时候呢他亲笔问安。那这个动作呢几乎变成了他的例行公事啊。我们在罗马书的第十六章最后一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哥罗西书第四章，我这些我们都会看到在很多书卷的最后，那么保罗是亲笔来问安的。那当然这也可以防范有人冒他的名写信的这样的一个困扰。我们查考完帖撒罗尼迦前书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看到在这两卷的这一封书信当中呢，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提醒。首先呢就是有关末世论的教导，除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几乎每一大段的结束他都会提到基督再来以外，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呢他面对一个相当不同的一个处境，因此呢他要强调的是末世论的另外一面，其中包含两个重点。第一，保罗明言那些将患难加给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人将来必受审判，这个在帖后的第一章六到十节。
还有呢，在神借着耶稣拯救子民，还有审判敌人的那个日子临到以先，必有被盗的事，还有不法的人出现。啊，这个在帖后的第二章。他除了在末世论的教导以外，在书信里面也强调神的道。保罗在书信里面，他用不同的形式来提到神的道，提到福音的信息。保罗在帖前第一章、第二章讲述他本身传福音的动机、方法，神的道仍然还是核心的要旨。当然，我们必须用信心去接受这个道。好，第三点呢，在帖前帖后，我们看到保罗处处呢，他巩固信徒的信心。保罗在写信的时候，他所面对的信徒群体，正是在一个敌对还有多元的社会当中，跟我们今天的教会所处的情况呢，所差无几。保罗提醒他们，教会遭遇逼迫，这是一个意料中事。那么他们唯有扎根在神的道中呢，才能够得到稳妥。当然最后，保罗这位牧者，他也活出了如父如母般的牧人的榜样还有风范，然后鼓励信徒彼此相爱。在短短的两封书信里面，我们可以有丰富的领受。我们感谢主，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谢谢主带领我们查考帖前帖后，求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受教，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活出与你所赏赐的救恩相符合的生活见证，把一切荣耀都来归给你，让我们凭着信心忍耐等候你的再来。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